你最后改完之后，那就可以产生那个数字个数函数、非数字个数函数啊。以后面部分我想应该都差不多。那请各位自己再去修改，还要花时间的哦。如果你真的要学好，因为像我们这个没有强制性，没有期中考，没有期末考，没办法考试。但剩下来就是你们自己要自动自发的去学，可是怕就是你们后来真的上班太忙了，自己要花时间恐怕还是不太容易了哈。不过尽量还是花一点时间哈。啊，清除部分的话呢，刚刚有同学问到，就是说那个范围哈，以后呢，因为我们目前是固定的 range，那基本上哈，九这个数字可能会变动，比如说我可能下面哈又多了两个栏位好了，假设又多两个东西，啊，假设又多两个，那你如果清除的话，你这边不 OK 嘛？这边也不 OK，为什么它跑到这边就停了？所以怎么办呢？前面讲过嘛，你可以用那个，就是向下追踪，还记得吧？啊，这个很重要，如果你没有向下追踪的话，那它就卡在这里。所以还记得那个写法吗？range，哦，啊，这个可能就是慢慢你要熟练，以后的话就自己要把那个。打出来，点 end 向下追踪，刮弧前刮弧向下上下左右键哈，然后呢点 row，就是让我知道一下那个列在哪里。那因为这个是一个物件，所以呢最后可以得到它的资料，就是这个范围的最下面这个资料带过来给我。那也就是说，一只手拿着一个直接嘛资料嘛，跟你讲说这里面放资料，所以它会丢一些资料给你。那底下还有一个绿色的，就是做什么事情、做动作的意思。OK，那一般这个底下叫方法，像点 select 就游标放上去嘛。哦，那点 clear contents 也是删掉嘛，做什么事情？那这个就是物件的使用方法，两个，一个是抓资料，一个是做什么事情。好，所以一般讲什么物件导向啊，物件导向就两个东西啦，属性跟方法嘛。OK 哈，哎，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，就是这些东西。那不是只有 VBA 哦，其他的语言都也是一样，像 Java 或者是像现在比较夯的 Python，或者是像 R，其实都遵循一样的模式，所以你只要会一种哦，其他导我觉得也都类似哦。OK，啊，但如果你第一种都没有的话，你可能就不会有第二种。OK，那像这种东西哈，它会随着时代不断在改变，所以会改变是很正常的，所以你的心态要是。随时要调整改变没有关系，像我最近收到一个讯息，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开始发生，就是说 Excel 以后的这个 VBA 可能会改成 Python，可能的，不过应该是还蛮精，应该是很有可能就会改成 Python。也就是说，会不会有同学说，老师，我明下一个礼拜不来了，因为。不过我跟各位讲啊，它改变之后的版本可能是很后面的版本，那应该不会马上啊，用最新的，而且以后怎么改我也不确定啊，会不会是 VBA 跟 Python 两个同时存在？但也有可能啦啊，并存。那像 AutoCAD 里面那画图那个也是，它有两三个语言同时可以让你写啊，是没有问题的啊。只是说呢，你们心态就慢慢要开放一点，就是说。以后呢，可能要换一个语言，但是换一个语言无所谓啦。其实大部分的东西都差不多，只是语法稍有不同。哦，就跟你讲国语啊，你会讲国语的，再学台语，应该会比较快一点啊。哦，应该差一些，不是，就是同样都是亚洲系的语言的话啦，哦，OK，会稍微简单一些些。啊，只是说稍有差异啊，有些是一样的嘛，哈，这个语言也是类似的，哈，OK，所以这边的话呢，当然未来有可能改成 Python 啊，这部分大家跟各位好说啊，这个地方向下追踪改一下，OK，好，所以刚刚如果我们这边如果没有往下的话，那你可能就是把这边每一个可能要改一下，OK，那但是呢，清除的话，哈，像刚刚我们有总共有五个按钮，OK，那这边清除的话就不 OK，所以。你就是现在如果改完之后，这个应该就会向下追，向下应该 OK 了。这个哦，有没有？这个都会往下了，但是清除的话只会清到这里，那怎么办？其实很简单呢，你就是直接怎么样，把这一个清除哈，刚刚是到 F9 对不对哈？把这个数字哈变成
向下追踪那个就可以。所以其实你可以怎么样，就是要不就是我的习惯哦，把这个九先 delete 掉，然后后面的话呢，就是空一格 and 刚刚这一串东西放在后面，这样就 OK 了。好，OK。不过可能因为刚开始会同学比较不能接受啊，其实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呢，他抓到是11了，所以他会把11的这个数字放过来，经过 and 之后呢，就把它串在后面了。所以 and 经过之后，他就会帮他加上什么前后双引号，然后把它串在这个后面变 F11 了。OK，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道理了哈。另外一种写法是这样，如果你觉得说，哎，这个老师这个写太长了哈，另外一种写法是这样的，你可以在这边加个 r，等于什么呢？把这个好先丢给他，然后呢，这边再加个 r，这样也可以了。OK，好，也可以这样写，分两行，看起来好像不会那么紧凑，好，不过结果是一样的啦。只是说呢，先把11的值先加到 R 里面去，然后后面再用 R 去串，哦。不过我自己的习惯是刚刚那个方法，哦，这个为什么？因为它就一行。可是有的同学好像就是看到这么长一串会比较不能接受了哈，哦。不过两种方法都 OK 哈，哦。我们做完之后清除，你会发现你就可以清到什么下面的部分了。如果增加或减少，它就动态了哈。哦啊，这个部分很重要啊，因为前面好像都有特别提到啊。那再来这一题，我想哦，请各位就是把它 save 了啊，一样就是按否，然后呢把它浏览一下，记得就是启用句型活页簿，好，然后按储存，这一题就把它结束掉了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请各位哈再把那个逻辑函数打开，并且切到综合练习这里，也是逻辑哦。不过这个逻辑哈，特别注意哦。关键的地方在这里，这一栏的地方，所谓的增跟减体重百分，意思说27.6，意思是说这个人的体重，他离标准体重还必须要增加27.6才是标准的啊，他是这样应该意思是过轻嘛，就是你还要再增胖哦，27.6哦，啊其实。这样这么瘦，其实让人家羡慕，啊，因为你要现在大部分人的问题，应该不是在增胖哦，应该是要减肥哦，所以大部分哦，OK 好，比如说这个，他负，意思说他必须减肥8.1%，那所以呢，备注里面哦，如果他的值在正负5%之内，就是往上是5%，往下是负5%，中间的这一块哈。算是什么？算是标准，上面跟下面是不标准，所以如果以这个图来看哦，哎，它两边是不交汇的，所以我们应该用什么？用 or，对不对？OK，好，哦。不过哈，哦，其实如果假如换个方向，如果我今天我可不可以另外一个逻辑用 and，也可以做出什么一样的结果？也可以啊，只是说换个方向哦。那请各位试一下，就是说备注部分哈，哦，就是增减体重百分比里面，如果正负5%里的里面就是标准，外面就是不标准。那我们用什么？用函数做做看。那再来就是 VBA，VBA 有些两种方法，一个是按按钮，一个是 sub，一个是那个 function。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哈。哦